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Jessica 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练出漂亮的微笑线。那我们今天会做两个动作，一个是桥式，另外一个是交叉蹲。准备好了吗，映如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要开始喽。大概与肩同宽，再抬一点，就有点外八。对，然后再往上。哦，开始喽。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。十，好，结束。好酸哦。那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呢，就是交叉蹲，后面脚有点颠颠的，然后往下蹲。不要坐下。你的膝盖、前脚跟后脚都要呈现90度，身体是直的。来，一，第一下就不行了。我的妈！还有5下，再5下就好。三，记得身体要直哦，再2下，加油！有，好痛！10，恭喜你，真的很棒。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结束。那我们现在来做臀部的放松，然后双手握住你的大腿，往上翻。哇，有吗？有放松的感觉吗？有，快要睡着的感觉。